可是它很防御哦。这只是公的。哦，它是抓鱼的。对对。它是五色鸟吗？翠鸟啊，它是，我跟你讲，叫翠鸟了。五色鸟不长这样。哎，这只好肥啊。哎，我都好像小只的。我是上次来看到的比较大。这。好，去岸边了。它远离我们了。它在等。不知道是等什么。哎，它这只真的很肥。可是它不太像气质。对。这个叫它只有不能往。气质。飞吗？那你还。哎、啊，刚飞下来的是鸽子吗？对，这个是鸽子。很明显吗？啊，你就看它的头，有没有一块红？水鸡也会飞吗？会。会。也太肥了吧，这小孩。有的幼鸟比成鸟大，拜托。哦，是啊。成鸟才变瘦。我也不知道，但是它们体型都这样子。